如果你需要我再自我介绍一遍，是的，我是伤痕，那个残忍、变态的疯子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想要让我们互相了解更深一些而已。看看这个村子吧，然后告诉我你所看到的真相。对这个世界多了解一分。 神的倾向就会更加明显，我们的游戏才会变得更加有趣。<笑>已经注意到这么多了吗？那这些线索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过什么？很经典的故事：无辜的羔羊，凶恶的狼群。 界限分明的善与恶，满足着人们一成不变的想象，暗中归宿着整个世界。但是，你真的相信，真实世界里的故事也是这样的吗？一名无辜的少女，一位德高望重的村长，一群淳朴的村民。那么，最重要的情节是什么？ 在你看来，羊群日渐消失的罪魁祸首是谁？<笑>
你不仅明白了故事的指涉，还透过表象看到了本质。从更深的角度来看，造成羊群消减的真正凶手是纵容牧羊人的其他白羊。牧羊人从来没有强制他们做任何事情，他只抛出了一个条件，引导了小羊们。对于羊群来说，只要没有愿望，就没有小羊消失。是他们内心的贪婪和对他者的冷漠造成了之后的一切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实现愿望的代价是什么？一向如此，还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呢？我的最后一个问题，黑羊去哪儿了？别着急回答这个问题，漂泊者，这一次告诉我你所看到的故事吧。你所拼凑起来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牧羊人以其他羊为代价实现愿望，羊群并不知情，被哄骗着献祭了被牧羊人推出来的黑羊。你猜对了一半。